方位善知识，华严经菩萨问明评，现在讲到第十八页，第十八页就是十章经文当中的第七段，正行审身。它这个用意就是说，闻法要依法修行，如果直觉而不行，是得不到真实的佛法的利益的。所以它的用意啊，就是说闻法了解佛法，然后以觉导行来如法修行。那么如法修行啊，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那么就是用意要劝导学佛的人呢，那么真正修行的这个功夫那么文殊菩萨问，法殊菩萨答。问的话上次讲过了，法殊菩萨的答复有十首句颂，上次讲了两首句颂，上次是讲到第十八页的第三行，也就是正说之后的这个法说以后的比喻啊，比喻有九个比喻，说了第一种比喻，就是如人水所漂，聚逆而喝死，欲法不修行，多闻越柔思。上次讲到这里啊，就是说拿个比方说，有人呢，他在水里被水所漂流，那么在水中漂流的时候啊，他很渴。想喝水，可是他恐怕嘴巴一张开呀，水一喝进去会溺死，那么就不喝水。那么不喝水，漂在水中也被水会溺死，会渴死的。那么这是比方说，你懂得佛法啊，水比佛法，你泡在水里。比方你佛法懂得很多，可是在法中你不肯认真修行啊，就好像在水中漂流，而又怕渴死，又怕溺死。那么就是说，修行啊，本来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可是他怕苦又不肯修行，结果在佛法中啊，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只是多闻事而已。所以说依法不修行，多闻也如是啊。那么你在佛法中纵然了解很多，可是你不肯修行，不肯修行啊，虽然是你多闻啊，学问学得很多啊，佛法你懂得很多，可是你自己一点也没有修到，结果在佛法里啊，好像在水中啊渴死的情况一样啊。那么这是上次讲的，现在第三首句中啊，也就是第二个比方，如人是美善，自恶而不吃，依法不修行，多闻也柔思。这是第二个比方，就是自己预备了好多吃的东西，可是自己没有吃，让他饿死啊，是犯他自恶欲啊。那么准备了很多饮食啊，自己一点都没有吃，可是结果呢，自己让他饿死了，饥饿而死啊。这是也是一样的，比方懂得佛法，自己不吃不修啊，只在名利上打转，多求名利啊，不是法威，
结果呀就把法身饿死了。如人如好像嘛，有这么一种人啊，是准备了啊，那么他预备了好多很好的饮食，美善善呢、啊、就是饮食啊，可以吃可以喝的东西啊，美就是好，他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好吃的东西啊，那么虽然是准备了很多可以吃的，可是他自己本并没有吃啊，自饿而不吃，宁可让自己挨饿啊，一点也不吃，结果让自己饿坏饿死，那么得不到法威，这就是说依法不修行，你在佛法上依法不修行，那么执多闻情况也是一样，用这个设立很多很美的饮食啊，比方多闻啊，准备很多饮食，就是好像你啊多闻听了很多佛法，学了很多佛法，看了很多佛经啊，那么你虽然是多闻呢、啊、可是你自己不修行啊，就好像自饿而不吃啊，把那些法摆在自己面前，天天都在看着都在念，就是好像念菜单一样哦，那么结果自己一点也没吃，那么在法中，法指佛法，您在佛法当中不如啊，不去如法修行啊啊，那么只是多闻而已，情况也是一样的。世间上是不是有人呢、啊、准备了很多饮食而自己不能吃，或者是不敢吃，或者是不肯吃啊，有这种情况吗？有的，有是不敢吃不便吃啊，那么自己看到那些准备出来的好多很好的饮食啊啊，真是口水都一直往外流了，很想吃，可是不能吃啊，为什么不能吃？请客嘛，请客，准备要请客的，你看着再好吃的自己也不方便自己拿来吃啊，这个情况啊现在是比较少了，40年前啊，尤其在光复之前呢、啊，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台湾在日据时代日本人管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饮食都是配给的啊，那么照分配的啊，那么有些尤其客家人呢、啊，好客，他喜欢客人啊，那么宁可啊，客家话有这么一句话说，家米留饭。啊，家米老饭，家里没有米呀、啊，可是借来的米，借来的米还要煮好饭来请客，那么自己就不敢吃了。实在很想吃，可是不敢吃，为什么？要请客呀，准备了好多好菜，自己也不敢吃，为什么？要请客呀，外边的客人呐、啊，吃得酩酊大醉呀。啊，又饱又醉，可是厨房里准备饮食的人呐、啊，饿得半死哎，啊，他们都没得吃，哎，这是我还在小孩子的时候啊，亲身经历的事情，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我的父亲好客，他的朋友很多。啊，客家话有一句不好听说，啊，他的童年呐、啊，朋友啊，睡贵客室都有了，哈哈，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么因此啊，他过年过节或者是村子里面呐、啊，这个大拜拜，哦，他喜欢请客，来的客人呐、啊，一桌又一桌，啊，那么厨房里的人呐、啊，就忙死了。还要准备很多的菜呀、啊，弄得最后啊，什么东西都弄光了，都给他们那些吃客吃光了。煮的人，厨房里煮的人呐、啊，那些家庭主妇辛辛苦苦煮啊，结果弄到最后啊，连汤也没得喝，都给人家吃光了。那么他准备很多饮食，自己不是
不能吃，不是不敢吃啊、不是不可以吃，而是不敢吃，舍不得吃啊、不便吃，吃了没得请客，所以为了要请客，宁可自己把腰带束紧啊啊。那么客人吃的酩酊大醉，家里人呐、都是让他饿得半死啊啊！这是我的亲身经验啊，差不多每一年在那个时候经常碰到啊。像这种情况，他不是啊不吃，而是不能吃，不是不吃，不能吃，不敢吃，不便吃啊。那么这个情况虽然是。准备很多饮食自己不吃而让他饿啊，跟现在经理所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经理所说的您可以吃而不吃，可以吃而不吃，这些饮食你准备很多很多自己都可以吃的，可是你不吃，不肯吃下去啊。还有一种情况哦，不是不肯吃，不是不敢吃，也不是不能吃，也不是不吃，就是不会吃，懂不懂啊？他不会吃，准备了很多很多饮食啊，他自己不会吃的，不懂得怎么吃法子的。你相信有这种情况吗？有的，佛法你看过很多吧？你样样都能修吗？你坐下来参参你的本来面目，你能参出来吗？你会参吗？这就是说你懂得这个道理，叫你参参看，不会参，不会参就是等于不会吃，哈哈，不会吃。你的面前摆了好多饮食啊，叫你吃，可是你不会吃哎。还有，您坐下来静坐吗？修观，您按照观无量寿经去修观吗？你把极乐世界的七重横寿、七重罗网啊、七宝池、八功德水、阿弥陀佛的八万四千相好，你替我想嘛？你想出来，你懂吗？哎，懂。经里面说的很清楚，他你都看得很熟。可是叫你观嘛，你眼睛一闭起来啊，眼前现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呀、啊？哈哈，你能见到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的庄严吗？能不能一一都观出来吗？惯不出来，惯不出来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你不会吃啊，不懂得吃的方法，不像我们世间上的饮食啊，你会准备就会吃，会做就会吃，而且不会做的还能吃，不会做的吃得更凶。而佛法呢，你懂得很多，你自己不会吃，你自己会做菜啊，做的很多，可是你自己不会吃，不懂得吃的方法，都可怜啊！学佛的人，这种人还不少呢，我就是其中之一。你叫我做观吗？我不会观，老实说，我不会修观啊。那么因此之故，美善很多啊，可是你不会吃啊。那么你在佛法里懂得很多，你不修行啊，不修。也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不会修，一种是不肯修。能修而不肯修，那就是能够吃而不肯吃，宁可让他挨饿。不会修是不懂得怎么吃，不晓得吃，不晓得要怎么样子吃啊，那么这就很苦了啊。纵然是这种你不会吃，你可以另外找你会吃的，找到你会吃的。佛法里面八万四千法门呢，固然有些是很难的，但是也有容易的。念阿弥陀佛你总会吧，这个比较简单的啊。所以你要找你会吃的，好好的把它多吃点，不要让它挨饿，这就行了。这是第二个比方，聚诵是第三，第二个比方，自己准备了很多饮食而自己让它挨饿。那么就是你懂得很多佛法，自己不会修，不肯修，结果让他啊、法身慧命啊慢慢消瘦了，甚至损失了，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第三个比方，第四首句诵，如人善方药，
自己不能救，依法不修行，多闻亦柔思，都是前两句比方，后两句佛法，这是拿这个懂得药方的人来做比方。例如说世间有这么一种人，他善能懂得开方制药，他对药性很懂他会药理，他会治病，他是医师善就是对于这个医方方面呢五名当中的医方名他很熟练，他懂得很多那么不但是汤头锅锅这个滚瓜烂熟都背熟了，那么什么脉经啊，什么是内经难经啊，通通都是滚瓜烂熟什么医宗经鉴还有神修元的医书七十二种啊，他通通都看熟了，看了很多很多那么他也会替人治病，也会开方子开药单你是什么病该用什么药他都能处方。奇怪啊，他自己生病啊救不了自己了，自己不能救，这个急就是生病啊医师只能医别人的病啊，他自己病啊他不会医不会治疗，自己不能救，自己有病的时候救不了自己啊。客家话有这么一句话说，吃嘎个布头小多吃嘎个病你懂不懂啊，吃嘎个布头小多吃嘎个病，斧头啊劈柴的斧头，斧头自己本身这个斧头不是很利吗，可是他自己的把柄他没有办法修的，他要借别的斧头来修他他自己的斧头凑在这个病把柄里面吗，那么他拿着这个把柄啊这个斧头在这里，他自己本身可以劈柴，可是他这个把柄里面有问题啊，他这个斧头没有办法修自己本身，没有办法修自己本身这是吃嘎个布头不会笑吃嘎个病是这么一种奇怪事情。那么这是比方啊，这做医师的自己的病啊自己不会治疗，只能治别人的病，这个原因在哪里啊？你看世间上哪一个做医师的不会死啊我看过做医师的差不多最后照样会死的，从来不曾看过有一个做医师不会死的古代的华佗像这个孙正仁那么张长沙他们都死了所以呀、药能治假病真病就没有药治疗了那么他自己生病啊他自己不会治疗也要找医师啊我有个亲族自己做医师，结果他生病了他去住医院了原因为什么，自己没有办法处自己的方那么结果治疗不到自己，这一样的也是比方啊这是这个药是开给我吃的，你们吃不吃没有多大关系这怎么说的，我就专门开方子你们大家来要药方我都开给你们可是我自己不会吃药，我自己治疗不到这是意思就是说您自己很会说，说的很多讲的很多啊，可是你自己没有做没有行结果是药是开给别人吃的，而自己没有吃药，结果自己有病自己不能救那就是变成依法不修行啊，多闻亦柔思。那么治病不能救是比方说法的人呢、自己善说法而自己不会如法修行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不是单靠说就可以的说必定要也有多多少少要能做到，不过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不可能说到就做到说到就完全做到的话，除掉实行菩萨实现实住实行是回向这个三贤位的菩萨呀要到第十行，第十行位的菩萨呀他就能够如说能行，如行能说，
说的就是行的，行的就是说的。到了那个时候啊，他是解行一致了，解跟行完全打成一片，他说到的就能做到啊。所以有些人很会批评人说，哎，这个人呐、啊，能说不能行，啊，能说不能行，这个很普遍的事情啊。您叫我说，我可以从出发心讲到就近成佛，啊，不要一个小时，我会整个把它讲完。可是我并不是说我一从出发心讲到成佛就成佛了，啊，不可能的事情。我讲归讲。从出发心讲到成佛，可是我自己还是在出发心，还是在初学，因为我们同样都是凡夫啊，都是刚刚才开始学的，我们是彼此互相研究啊，不敢说我来教导大家，那么以这种的心理来做还比较好一点，那么懂得药方自己不能治疗自己，那是批评那个只解而不行，只说而不行的人啊。那么说随分随力，多多少少要修一点啊。所以就是当过世间的老师啊，无论是学校的啊，那么当过老师，最起码要做人模范，总要比一般人啊稍微好一点点啊，不会给人看到，哎，你看这个人呢，只会讲啊，他自己一点都没修到啊，那就很容易啊，使人生起这个问题来了。所以善方要而自己不能救，就是你会说自己做不到啊，那么完全做不到是不应该了，多多少少都要做到，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这是第三个比方啊。第四个比方，也就是第五首句诵，这首句诵啊，我们常用的，平常时时都引用啊。如人诉他宝，自无半钱分，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恒会算钱呐， 啊。金融机关里面服务的啊，那些银行员啊，那么在银行啊，五金融机关里面啊，这个所有的员工，您叫他算钱呐、啊，他必定是考第一名啊，他很会算钱啊。如人数大宝，好像有这么一个人，他专替人家算钱呐、啊，算宝物啊。那么别人的宝物你替人家点呐、啊，有多少有多少，一都点得很清楚啊、就像金融机关里面服务的人一样啊，一天到晚算的很多钱，几千几万，可是呢自无半钱分啊，一天到晚都是替人家算呐、啊，算的都不是您自己的啊，你连半个钱也得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算的是别人的，是银行的，是主顾的啊，是来存款的人的啊，不是你自己的钱。那么你一天到晚算的很多啊，自己连半个钱都没有得到，是如人诉他宝，自无半钱分。我们平常说一些只解而不行的人，喜欢用这句话。那么就是从这个地方引出来的是最常用的一句话。那么这就是比方说你自己很贫穷那么很会算钱，可是你自己得不到受用没有半钱分，就是你自己对于这些宝物啊，你虽然会算，可是你得不到受用，这就比方依法不修心啊，多闻亦如是。你在佛法中懂得很多佛法，好像在算宝啊。那么自己不修行，好像多闻啊。那么只多闻了解而已，而没有真实的修行，情况也是相同的，亦如是，亦如是，就是也是这个样子，也是相同啊。那么你只是替人家算宝，而自己没有半钱分。那么我们一天到晚在解。
在文字上打转了啊，那么结果没有得到正式佛法受用，就是这种情形啊。永嘉大师的《正道歌》里面说啊，那入海算沙徒自困，入海算沙啊，到海里算它沙有多少，别说是恒河沙了，海边岸边的沙就是很多很多，你入海去算沙，一天到晚再算，算了很多没有用啊，你得不到受用，突然自困，很辛苦，突然自困得不到受用啊，这个情况是相同的。那么如果你只在经论的文字上啊，在哪里下功夫啊，就好像入海算沙啊，而不去好好依法修行，不晓得由闻而思，思而修啊，这个情况就是树他宝完全相同的。唐朝啊，这个百丈禅师座下啊，有一位古林禅师啊，古林禅师，这古林禅师在百丈座下参禅啊，他的授业师啊就是剃度师，他的剃度师乡下的小庙啊，剃度师啊是个读书人，会看经啊，一天到晚呢都在经论里呀，在哪里看经啊，那么他这个弟子啊就不是个看经的材料啊，他喜欢参禅，因此啊就让他去参访了，那么因此他就到白丈淮海禅师那边，白丈山的淮海禅师那个时候道风很盛，那么古林就到那个地方去啊，就亲近这个白丈禅师了那么结果他在白丈座下参禅啊，开悟了，大开大悟之后啊，他心里想他自己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开悟了，他的师父剃度师授业师啊，还没有开悟，只是在文字上打转了只晓得看经可是呢自己的本分师啊还不晓得下功夫，因此他就想要报答自己的师父的恩的，他又回到自己小庙去啊，想要度他的授业师但是他不好回到自己小庙来，就说哎，师父啊我开悟了，我来度你他不能这样说啊他回到自己小庙来他师父问他说，我让你去参访，你去了那么多年才回来，那你去参访那么久啊，你得到什么佛法呀？他答复说，我没有得到佛法，无佛法可得，我并没有得到我让你去参访那么多年回来，你都没有得到佛法，那好，你还是我的弟子你还是我的徒弟，你还是要伺候我，要照顾我老人家那么他回来还是当侍者。有一天呢，他师父老了，年纪大了沐浴洗澡的时候啊老年人呢手翻不到后背，背洗不到啊，卡里亚片洗不掉那么就是说他洗澡的时候就叫他的弟子，叫这古林我这个老了手不行了，这个背翻不到背上这个背洗不到，你来帮我的忙啊，替我洗洗背吧当弟子的当然可以啊替师傅洗洗背，他正在替他的师傅洗这个背卡料片要洗背的时候，他就拍一拍这么好的大雄宝殿，可惜他的佛并不灵冷冷的说这个话，他的师父觉得怪怪啊，你说的什么东西啊，回头看他，你说什么虽然不灵啊又能放光更怪了，他怎么说这个话，他师父心里想想我这个徒弟他去参访，他回来讲话就不一样那么但是他也不用心去注意啊，也就放过了，就过去了。过了两天呢，他的师父在这个书房里，这个窗下面摆个桌子在哪里看经古代没有这个玻璃呀
是用纸白纸去贴的窗，白纸去贴的窗。而这个古林他的师傅在看经的时候啊，坐在这个窗下啊，桌子上坐在哪里看经啊，嗯，那么这个古林站在旁边伺候他的师傅啊，站在旁边啊，师傅看经，徒弟站在旁边，这是规矩啦啊。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小苍蝇啊，苍蝇望着这个窗户的啊，那个白纸亮亮的啊，他想要出去，他以为是空洞的，一直望这个窗那个地方的啊，想一直想要出去啊，可出不了啊，出不了。那么因此啊，古灵啊站在旁边呢、啊，拢一点口水啊，摸摸这个纸啊，把它拢破一个小洞洞，因为是纸的嘛，拢一点水啊，它就破了啊。用这个口水拢一点啊，把这个纸拢破了，拢一个小洞洞，希望让那个苍蝇呐、啊、能够飞出去。可是这个苍蝇它眼睛没有看到那个洞洞哎，它还是那往那个纸里钻呐、啊，钻不出去，有洞的地方它不出去，它看它一直飞不出去呀、啊。因此古灵就说话啦，空门你不去，投窗也太迟，千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这一首句中的话动到他的师父的心了。本来呀、啊、他是说那个窗户上啊、苍蝇啊，我弄个小洞洞让你出去，你就不肯出去，偏偏往窗里投，有什么用啊？空门你不去，我这个有个洞洞你不出去，投窗也太迟，老是往纸窗往乱投乱撞，这个你太愚痴了吧。千年钻固执啊，何日出头时，这就所谓入海算伤。这两句话就说到他的师傅了，他的师傅一听到这句话情况不一样了，哎，你说的什么呀？好像他有意在说他吗？他听懂了，虽然年纪大了，耳朵还可以，他听到了，您说的什么呀？不是的，我说那个窗户苍蝇它不肯飞出去，不一样啊，您说的不一样啊。哎，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千年钻固执啊，何日出头时。他的师父在这个固执上钻了几十年了，以前的不知道了，他这一生从出家以后一直到今天，年纪大年纪老了，现在比我可能还要老啊。那么他还在钻固执啊，所以他就说你千年钻固执啊，何日出头时，这是对他师父的开示了。因此哎，我问你，你去参访，你总是有点回来说话都不一样啊，你是得到什么呀？你必定要老实告诉我啊。因此古灵向他师父合掌就说，我在百丈那边呢、啊、得到一点佛法的受用。哈，你在百丈那边开悟了，你回来怎么不说呀？马上他的师父就敲上堂鼓啊，敲鼓集众上堂了，请这个他的徒弟古灵上堂说法啊。那么他的师父就在他的座下呀，听到他将把百丈的那一句话说出来，哎，他的师父一听也开悟了，也开悟了啊，徒弟度师父，我希望有这么一个徒弟来度我啊。那么这个古林这个徒弟度他的师父度成功了，也开悟了啊。可惜现在我们的纸窗啊，没有啦，是玻璃窗，玻璃窗拢不破的，拢破会拢破手指的，所以没有人能够替我把窗磨洞洞啊，也没有人会站在我的身边说你在千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啊。这个话我不晓得说多少遍了 啊自己也很懂得这一套，可是自己还在钻，无现在还在钻，钻过不停，照样继续钻下去何日出头不问了，呵呵，不问了，反正照钻不误了只顾耕耘呐，不问收获。经文里面是说，你只在文字上打转，执着文字，只是多闻，而不肯去认真修行，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那就是入海算沙徒自困，
那就是千年转故之何日出头时啊。可是您要知道，离经一字啊，变通魔说，说法不能离开 佛法的文字啊啊。可是呢，你如果只是一文解义啊，那又是三世佛愿啊。现在是何止那个一文解义的三世佛愿啊，你可不能完全离文，离去一句一字文字啊，那就是跟魔王说法一样啊。说法谈何容易呀、啊、谈何容易呀 完全在文字上下功夫啊。那么一文解义那是三世佛的冤家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冤家啊，就叫你不要执着文字啊。有许多地方意在言歪呀、啊，你要能够体会到意在言歪，在文字之外的这个真实的意义，你要能够体会啊、能够体会就不是三世佛愿，也不能离文，离去文字啊，那你是魔说，也不是佛法了啊、所以不要单数他薄而自己得不到半钱分，要好好的随分随力啊，多多少少要有一点进账啊啊，这样子才不会辜负这一生。这是第四个比方。下面第五个比方就是第六首句诵，如有僧王公，而设挪衣寒，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这是第五个比方啊，句诵是第六首。如有僧王公，也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人呢生在王宫里做王子，王国王的太子啊，生在王宫中，这个必定是很享受的啦，衣食住必定是很满足很享受的啊，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应当是如此啊。可是并不然呢，而受挪衣寒，这个十字旁这个字国音我念不正确啊，因为我的国语是在马路边学来的啊，我没有读过波波摩佛，我只读的是阿依维欧卡基古杰国啊，所以现在的国文这个国语我是不懂的，这个字怎么念我不晓得啊，念不正确啊。那么如果你要念成正确的啊，你们读过现代国语的应当是知道的啊。那么如果万一不认识它，你不妨去查字典看看它的注音啊。我纵然查注音我也不懂，因为我没有学过啊。这个字如果是读客家话我是标准客家话啊，这个字啊是读客家话叫做以收内以寒，内客家话内是内，以收内以寒，内内是饥饿啊，这个饿得不得了啊，就是内。那么国语我念不准了，我念不准，我只好把它念成挪了啊，而受挪一寒。我这个挪啊是随便挪的啊，不变准不标准的。为什么呢？我从前在石头山啊，跟我同事当小沙弥的啊，这个小孩子那个时候是小茶房啊啊，可自看小茶房，有一个很聪明的啊，很聪明的小茶房，他很懒惰不肯学，可是按照常住上的规定，如果没有客人没有事情啊，早晚课都要随众啊，要上殿，不上殿不可以的。晚课这个念八十八佛呀，他都不读哎，但是他不读，他都跟得上哎，他跟得上，他怎么跟呢？他前面的拉姆跟后边的佛绝对会跟上，不管你多长多短，他绝对跟上。中间呢，他是用尼诺尼诺。啊，他念八十八佛，南无阿弥陀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弥陀佛。如果字多的，他就跟着呢，南无阿弥陀弥陀佛，多弥陀几下就过去了。很奇怪的就是前面的南无跟后边的佛绝对对得上，绝对对得上，绝对不会前后一点点冲突。哦，好聪明啊，好聪明啊！
比小牛还要聪明。嗯，他不肯读八十八佛普光普明，他都能不认识。可是他就问尼诺，他尼诺，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尼诺啊，这个诺，我不晓得怎么念，就而说诺诺一喊了啊，跟着尼诺吧。这就是饥饿，肚子很饿啊，啊，在王宫里应当是吃的很饱，吃的东西很多，山珍海味才对，啊，不会饥饿。那么穿的必定是绫罗绸缎，冬天不会受寒，这样才对。可是奇怪的，这个王子啊，他身在王宫，饿得半死啊，又没有衣服穿，冻得半死，这又受饿又受寒啊，就是没有衣服穿暖，这冬天没有饮食可以吃饱啊，这是比方。依法不修行，多闻也如是。你在佛法上不修行，多闻情况也是，好像身在王宫当中啊，没有饮食，没有衣服穿，情况一样。王宫的王子会有这种情况吗？有的，有的。请你读读我们中国的古代历史，你把二十四时、二十五时啊，或者是十七时、二十二时，你把它翻出来读读啊，啊，古代是有国王啊，啊，皇帝呀、啊，把他的太子监禁在冷宫里面呢、啊，让他受饥受寒的，啊，是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啊？犯罪啊，犯罪了，他得罪到他的父王。得罪了他的皇帝父亲啊，他得罪了国王父亲啊，嘿，他就要监禁起来，在冷宫里面关起来啊，叫他闭关啊，那么因此也不给他吃饱啊，每天送一点点饮食给他，不会饿死就好了，不给他吃饱，衣服也不给他满足，让他多多少少受点啊冻寒。那么这是因为犯罪才会这样啊。王宫里的王子不会受这种苦头的，因为他犯了罪，得罪了国王的父亲，得罪了皇帝的父亲，就他的父亲是皇帝呀、那么他的父亲是国王啊，那你得罪了他呀，就会接受到这种的苦恼。这个比方什么意思啊？王宫比佛法，比整个佛法啊。你在王宫里面，你怎么会得罪佛法呀？不是你得罪佛法，而是你在佛法里面呢、懂得佛法又不如法修行啊，知法又犯法呀，违背佛纪，违背佛的制度，知法犯法啊、那么造一些罪业啊、以佛法没有利益而且有损害的事情，伤害到佛法。那么这种人呢、他在佛法里面，他不但是不能如法修行，他懂得佛法不如法修行，反而是造罪业。那么这个造罪业将来就要受苦报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再增加造罪业的情况啊，这就好像身在王宫中受饥寒情况一样啊，我们都是身在王宫啊，我们大家都是王子王孙呐、你不要小看自己，我们都是法王之子啊，我们都是法王的子孙，法王就是佛，我们是法王的子孙。那么我们既然是法王的子孙嘛，那你应当按照法王的规定如法去做啊，持戒修定开发智慧啊，由戒定慧三无漏学断贪嗔痴如法修行消除业障啊。可是你并不然，没有这样做，不但是没有这样做，而且增加罪业。这是前面所说的文殊问的，他不但是旧的罪业没有消除，旧的烦恼没有消除，而反而增加，随着原来的烦恼而增加烦恼了，所谓随贪随痴啊。原来有贪嗔痴等烦恼，他学佛之后不但没有断烦恼，反而贪名着利，在佛法里面呢，利用佛法来求现在世间的利益
啊，或者是明文利阳，或者是其他一切，它都是有附带的作用，用意就是利用佛法来得到现在的受用，得到现在的满足。他没有想到将来啊，要受饥又受寒呐、啊。就你在身在王宫之中，反而造罪业，造罪业将来必定堕落，堕落就要免不了饥寒呐、啊。三途里面饥寒更甚呐、啊。啊，这是一种比方。如果你到了佛的法王宫中，身在法王宫中，而没有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反而受到在法王宫里造罪业，将来受果报，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啊！那就所谓袈裟下失去人生呐、啊，可爱也已啊！古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在佛的袈裟之下，尤其出家人袈裟之下失去人生呐、啊。这那是最可悲的事情了啊！那么这个句中啊，是比方身在佛法中没有如法修行，反而增加罪业，由此将来的果报会更严重啊！对这种人的警策，所以说身亡功而受饥寒，依法不修行，多闻也如是啊！这个第六首偈颂第五个比方说完了，还有四个比方，我们休息15分钟再讲啊，要不。